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你走啊，师傅！来人啊，快来人啊！来人，救救我，师傅！师傅，救救我，你怎么了？师傅，来人啊，快来人啊！师傅怎么了？来人啊，快来帮我！师傅，帮我！我实在救救我，师傅！师傅，高明珠。说你为什么杀他？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杀他？说什么？别再吵了，别再争吵。出来，出来！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谁让你跑来质问他的？为什么不等我们一起？说话呀！我阿爷是不是刘翔杀的？刘翔为什么杀的？他到底说了什么？高明珠，你自己来找刘翔，他什么都还没说，你凭什么逼他？没有逼他，他是自杀。就算是自杀，也是因为你，高明珠。我曾在你兄弟的坟头发过誓，一定会还他们一个公道。为何你还要一意孤行、单打独斗？今日若非是你自作主张，刘翔就不会死。高凤珠，你永远都只想着复仇，莫非这天下的仇只有你的仇才是仇吗？你们说的对，我是一意孤行，我是一心只想着复仇。可我本来就是一个孤魂野鬼，我连我的影子都不相信，我只相信我的刀。高明珠，我以后再也不会相信你了，也不会再帮你了。高明珠，你是不是从未醒过？对不起。